谢谢离人送的这个宝剑。第一天，我感觉游戏声音不是很大。等一下啊，我看看这个游戏声音开到八。卡地亚还价技巧，小病生了点病啊。这个布鲁诺大厨，这个是快跑选手啊，快跑选手应该很牛逼哈，应该很牛逼，生了点小病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啊。我们如何在这战争中活下去？我们的物品，来草药，还有这个开锁器、组件、塑料钉、净水、木材，全部拿走。开这个门，来这边看一下。上楼吧，上楼看看去。爬梯子。但愿这边能保持温暖。三个人一起啊，搜一下，刚才说了什么？两男一女，不好搞是吧？我们这个再换过来，换成这个大厨厨师长，上面让他先刨着，看下面能不能找到什么东西。快跑选手的话，哎，来这边找一下。这边厨师长把这个门开了，等到了物品全部拿走，材料，一些材料，木材。虽然这个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木材啊、材料啊有什么用。换这个快跑选手看一下，咱们要不要出去呢？快跑选手，这个到下面来吧。哇，跑这么快啊！这边还在爬，还在爬。看看胖子这边这个捡到什么东西没？什么都没捡到啊，想办法下去吧。快跑选手还是蛮牛逼的，直接能爬下来，下面还在爬。厨师，这个厨师的话，草药可以做烟，开锁器一次性。这个物品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三个人共用的。这边楼下好像没有捡啊，我们楼下这个柜子呀，这边需要开锁，等会拿个开锁器试一下。做工具台怎么做啊？啊，全部拿了。这边呢，这边再过来捡，上面的包好了，捡一下这边。一些阿赫送的六六荧光帽，反正咱们是有东西就捡。这个大厨师长让他先坐着吧，啊，坐着休息吧。这边把它爬开，白天的时候最好在这里。现在是这个第一天的。中午十二点，温度是22度。我们派妹子出去吧，派妹子出去，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个美色来勾引这个他人。啊，派妹子过来出门，感觉不是很好，身体在打寒颤。啊，用这个快跑选手这个扒开这个，出门。要操。哎，这边出不了门吗？这边晚上才能出去，天亮不能出去啊！天亮不能出去，天亮我们在那个家里弄东西吧。我说怎么出不去呢？等一下啊，窗口调好。
好，因为东西还没捡完，所以说把这个厨师长也调上来，拿下来一起工作。我们很走运，这里并没有那么冷。哎，捡到了好多东西啊！厨师长开这个门，然后妹子呢开这边门，这边门可以直接开。看厨师长捡东西，还能捡到什么？做一个工具台是吧？等一下吧，把东西全捡完。工具台物品，工具台是在哪里做啊？这边上面有个食物糖果，是不是有食物啊？右上角出去啊！哦，草妹子跑过来了。过来扒这个吧，跑到这来。厨师长这边也在工作，快跑选手也过来帮忙，帮忙搞一下。这个上面这个糖果是什么？我们点一下啊，看糖果是什么。做工具台，做铲子，挖东西。并不是很饿，并不是很广饿，但至少这是食物，有食物。这样吗？工具台吗？我们可以做一个床，可以这个睡觉，耗时一个小时的椅子，壁炉、收音机、金属工作台、雨水收集器、火炉、滤嘴、金属工作台，做一个。做到这边开发，耗费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现在天马上要黑了吧？天黑了我们出去啊？活不过十天是吗？为什么那么认为呢？啊，看能活几天吧。现在是第一天啊，这个撬锁。这边这个妹子还在拔东西，工具台已经快做好了啊！工具台做好了，看工具台里面能做什么？能做撬棍、开锁器跟铲子。我们做一个撬棍，再做一个这个铲子吧。等会让这个男的，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最好躲在这里，因为外面在打仗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是不能出去，夜晚了，夜晚了呢，让我们的这个大厨师啊睡觉，然后呢让这个男的去这个搜索物资，搜索物资，然后让这个女的来守卫，女的来守卫，女的睡觉吧，男的守卫吧。好，先准备。我们会在袭击中用到这件装备啊，我们的这个男的的话带着医疗包，带点这个草药，一个糖果，然后带点水啊，这样出门的话应该不会出问题吧。好啊，我们出来了，男的出来了，根本不会玩呢，刚玩嘛，肯定不会玩了。我们捡到火药、木材、组件。火药的话我们可以到时候可以做枪。哎，我操，这边是不是有人？有人在走路是不是？这什么？这避孕套啊，电子元件。这门不能开吧？这开了之后有人吧？啊，不能带东西啊，没人吗？杀了他。刚才明明听到声音了啊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能搜到多少物资，搜多少物资吧。
站格子，我操，我才发现不带东西比较好。这个零件我就不拿多少了吧。水，这个是部件，火药，木材不缺吧，木材太多了，我要拿走。这个主线丢一点，你包扎伤口。主线带了呀，木头的话这个家里有很多，所以说现在先不带吧。组件也太多了呢，部件，而且木头特别重，不带点组件好了。格子不够啊，木头材料前期留下。咖啡烟卷，我操，这都是好东西吧。还有一个坏掉的玩具熊，坏掉的玩具熊。武器部件，弹簧、刀片、锁等等武器部件带点，电子元件带一点，然后部件的话这种部件带一下，咖啡跟那个烟卷熊带走可以用来做交易是吗？向出口，要不现在回家？可以回家了吧？现在还是进屋子继续搜啊！但是东西太多了，就算搜了之后也捡不完。还有个熊。回家吧，先回家吧，到时候再过来拿。回家吧。帕夫列回来了。火药没用，是吗？第二天。找到了不少好东西，真是难忘的一晚。带回来那么多东西，哇操！我们现在这个帕夫列很疲劳了，我们继续用帕夫列做点椅子啊。我们这个大厨师长很饿，很疲劳，吃点东西吧。这个我们妹子是饥饿，缺乏睡眠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床什么的？很饥饿，缺乏睡眠。这个胖子还是饥饿，我操，给他吃个糖还饥饿呀。啊，物品，珠宝，需要不见藏，没有糖就无法酿酒，酿酒的过程中基础原料。我们现在男的有了撬棍，男的再做一把铲子吧，我做一把匕首，这把匕首，然后来防身。有妹子做一个床吧，做一个床，等到时候可以睡觉。做个床，床放到这边，大家一起睡觉。然后厨师长下来再做点工具。雨水收集器，金属酿酒器吧，做酿酒器，酿点酒喝。酿酒喝的话，能不能就是？恢复饥饿我也不知道啊，咱们先晾一个，在这晾酒器放那去。晾酒，还有火炉，免得太过于寒冷，火炉再做一个。我们现在只能做椅子了，坐在椅子上稍微好一点，燃料，滤嘴，一次性过滤滤嘴。过滤雨水或者蒸馏酒精用的一个滤嘴，滤嘴这个东西好像是没用的消耗品。火炉的话，我们这边缺乏一点
五件，五件，东西不够多，需要晚上过去搜。我们现在派这个男的继续扒这个东西，看有没有什么材料。楼上东西还没捡完，这边还有个医疗包，看看有没有生病啊。这边是小病，用一些药包看一下，能不能这个治疗好这个身体。啊，用不了绷带，缺乏睡眠的小慧。啊，我们做好了这个酒精的，需要一个燃料，来做个燃料，做点酒喝啊。我妹子先这个坐一会儿，坐椅上。制作自酿酒。下面的继续工作。酿酒了啊，酿酒了。哎，我的香烟呢？大厨师长还想喝烟，还想抽烟啊？要不让妹子上面这边还没搜呢，让妹子去工作吧。没有药品，即使是小病，能让你几天之内下地狱。就是说妹子已经小病了，妹子可能快死了啊。能快死了，可能快被我玩死了。那怎么办？疲劳依然饥饿啊，让这个男的过来工作吧。咱们酿酒先酿着吧，让妹子过去睡觉，妹子过去睡一会儿吧。这边有了撬棍，把这个门给砸开。刚做的撬棍，哎，可以开门了。很高兴没有吃的，哎，没有吃的。这男的快翻完了，妹子下面睡觉，这个正在小病恢复中啊。小病睡觉的话可以恢复，不错。看来做了这个床是这个非常，就是非常理智的啊，非常理智的。这边需要用到撬棍啊，把这个撬开。还有没有物资？铲子，铲子非常重要吗？铲子，做三个床，做三个床，给到物资了。啊，先把这个妹子的病给养好吧，不养好的话，妹子等会死了，你妈就两个人了。等会儿，没有枪。做铲子吗？我们做一个铲子啊。铲子需要材料不够啊，材料不够。等会回去，等会出去的时候再弄吧。床的材料也不够哎，火炉的材料也是不够的啊，都是需要很多的那个元件。开锁器，开锁器先不制作。大厨饿的要死啊，这不能一起睡觉吗？一起睡啊，继续让妹子睡吧。这就搞得很蛋疼。没有物资了呀，前期床和火炉就够了。我快死了，撬棍还能撬到什么吗？哎，这个有酒哎，这个酒的话呢，我先坐一会儿，男的先坐一会儿。酒的话给谁喝呢？给厨师喝吧，厨师饿得要死。厨师喝酒应该会暂缓一下他的这个饥饿。床没有材料了，我们等天黑的时候出去摸点材料。啊，先不喝是吧？酒可以做很多东西啊。酒可以去拿去换枪吗？有了枪应该去外面杀人，你
牛逼了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药物吗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应该是抗生素或者是生病用的药物，小病的话睡一觉就会可以恢复了。好，我们先这个结束一天。夜晚让这个我们的妹子躺在床上啊，让我们的这个男的呢做守卫，我们这个呢继续收寻物资。这个拾荒者快跑选手嘛，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带啊，要带撬棍吗？带个撬棍吧，带个撬棍出去啊，啊，就带一把撬棍出门嘛，带个撬棍出去，匕首，匕首带吧，武器带啊，杀人，对对对，武器跟匕首，行了，出门吧，谢谢小哥送的六六荧光棒，纹丝不动，又是这个地方。这帮很多东西刚才没有拿，全部拿走。全部拿走。冰箱找吃的啊，这是个冰箱。这是个冰箱。我可以拆掉这个门，要拆吗？这门可以拆掉，但拆了没有意义啊。蔬菜、生食跟草药，还有很多糖跟水。蔬菜，可能差不多啊，我们回去吧。可以了，包满了。有人。等会再说吧，能不能做背包啊？这背包太少了啊，我觉得。水的话，咱们不缺，水咱们不缺。第三天，我们活了三天了，我们被袭击了，有人在夜晚袭击我们，并抢走我们的东西，操你妈！抢劫了一些东西，然后卡地亚受伤了，但没有武器在家能够守啊，操！啊，妹子轻伤恢复中，妹子继续睡觉吧。大厨师长，烹饪怎么烹饪呢？烹饪的话是要做火炉吗？烹饪是做哪一个？把墙补一下，这墙能补啊？灶台、火炉，做了烹饪以后食物稍微更好一些吧。把厨房做在这个卧室吧，还要做一个，谢谢若迅送大瓶，不然又被袭击了，做不了东西了，还能做个椅子。墙怎么修补呢？这个墙的话，也修补不了啊，就只能做一张床，这是蛮尴尬的啊。只有材料做一张床，升级工具台啊，材料不够，材料不够，那么多材料我可以做，我考虑是先做床还是先做什么？这边是做基本的一些熟食。我们先男的先不过来吧，用厨师来做吧，大厨哎，来做一下熟食，烧一下这个木头，这个比较多。
肯定先坐床了，先坐床的话呢还升级什么工具台啊，过几天好了，非常疲劳，疲劳不行了嘛。我们第二天这个大厨出去吧，大厨出去的话我觉得不用带任何东西，什么撬棍什么都不带，做一碗熟食，熟食给谁吃呢？他们三个人都很饿，给谁吃呢？啊，这个熟食给谁吃我再考虑，这碗饭给谁吃。有人在敲门，那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我们男的有刀啊，我们男的赌厨师长吃吧，因为晚上要出去嘛。谢谢诺剧送的六六大宝剑啊，现在饱了，让妹子去啊，还价技巧，妹子可以还价，妹子技巧这个可以讨价还价。非常疲劳，非常疲劳，要睡觉了，快跑选手先睡一下吧，让妹子去讨价还价去。够了，我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商人是吧？怎么样，想不想做交易？我们的物品，他的物品，这将花费巨大。罐装食物，开锁器，材料，我们是买材料还是买食物？哎，武器子弹，优质的烟卷，这个我们厨师长非常喜欢抽烟。材料的话好捡，食物不好捡。用这个玩具熊跟他换，开玩笑吧，得付出更多。钻石，钻石也不行吗？书，这不行，多加一点吧。我操，这还不够啊！哦，成交了。材料便宜啊。我用的珠宝啊，用药跟他换啊。药不行，药不行，药不行，药换了之后我们会死。酒，哎，酒跟他换，酒我们不喝嘛，对吧？我们有酿酒器，可以慢慢酿。再搞点他们的这个蔬菜，蔬菜还不行。用糖换太浪费材料了，那么多糖可以做很多酒了，就用酒吧。成交，关下门。好，买了四瓶罐装石头，好吧，罐装植物，罐装食物我们先吃一罐吧。把妹子给吃饱，感觉好多了。妹子先坐一会儿，这个男的过来吃吧，一人吃一个。大厨非常疲劳，这个要不让妹子出门？妹子呢，她状态不错，小病跟那个轻伤，她不疲劳也不饿，让妹子出门吧，出门找物资。男的非常疲劳，我们还是要多做点床，有了床之后就不尴尬了。结束一天啊，结束一天，晚上放妹子出去。让这个男的睡在床上，让他们俩都睡觉吧，我去收刮物质。什么都不带啊，什么都不带，什么都不带。
我换的不是药，换的是酒精。我们拿走。咖啡。换的是药吗？不是吧。哇，好多糖啊，我去。带十个净水。这边感觉好像有人，我们回家回家，回家了，可以了。糖跟水可以做酒，酒的话做完之后很贵，然后再换个，再找商人去换东西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卡地亚回来了，这个屋子没人是吗？第四天。我们坐床啊，帕弗列感觉好多了，快跑选手。再吃个罐头，今晚可是大丰收啊，这肚子就有点饿。这厨师长的话缺乏睡眠，我就睡一下，坐一下。快跑选手饥饿需要食物，再吃点东西吧。吃个这个，吃个小东西，不吃罐头了。不是缺乏睡眠吗？他说他睡够了，还没煮熟，这太难吃了，我操！再煮点东西吃。烧本书吧。再做个床，铲子，做两个床应该是够了。把床摆到哪呢？地下室摆一个。他头痛的厉害，小病疲劳，累着睡一觉吧。大厨师长做点食物，熟食。这是谁啊？两个小孩，要去开门吗？两个小孩，哎，他们的妈妈生病了，帮帮他们吧。他们需要两罐药。我们就住在离这个街区很近的地方，我们的妈妈病得很重，她需要药物，你们能给我们分一些吗？如果你们不帮忙的话，她就死定了。他们的爸爸去打仗了，他们只有妈妈了，求你救救他们吧。这个我没有药啊。哦，我把药给换了，没有药。药是用什么做的？给他酒精行吗？酒精你要吗？谢谢楚丹最帅送的乐乐宝剑。没问题，他们没说不可以啊，以后再说吧，以后再说。这边来睡，大厨师长这个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大厨师长吃点东西吧。谢谢晨曦送两组的荧光棒。
语言饥饿，快跑选手。环保了，我们再做一份，用书本烧一下，做点食物。需要两个火堆才行，再做呢。这个地板上让我很痛。他们俩要不要晚上要不要人站岗呢？如果没人站岗的话，可能会就是熟食大熟食两份，做两份出来。要怎么做？要怎么做啊？吃一份。要怎么做呢？雨水收集器。暖炉，暖炉做一个吧，做点暖气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做点暖气。我们快跑选手现在状态特别的好，然后结束一天应该能做好，等会大家做好，做好之后我们快跑选手出去搜点物资什么的。继续睡，继续睡。可以添柴火，简易工具台。我们下一步不需要走三个床，酿酒、雨水收集。雨水收集器我在想要不要做，天气预报也可以听听音乐。天气预报，雨水收集器的话冬天才烧，现在没有到冬天吗？啊，结束一天，让他们都搞在晚上睡在床上吧，让我们出去搞物资。升级，升级什么呢？工具台啊，材料不够啊，再摸一波材料。我第四天咯，第四天了，冰箱里面水是够多的，还有很多糖块，糖块可以酿酒。发一下物资，需要一把铲子，没铲子扒太慢了，我们上楼吧，上楼找一下先。上面写着第一天他们抢劫了我们，两天后他们杀害了我的女儿，我把他们全部打死了，但我也不想碰枪了，它坏掉了，我把它埋在后院里面。有枪，后院里面有枪，我们拿走。还有玩具熊，需要工具来开锁。扒开吧，需要工具来开锁。撬棍应该可以吧，或开锁器应该可以吧。等我去做一个。弄开之后，这后面有一个那个大柜子，柜子里面的东西。有了撬棍应该不用开锁器了。
看等会需不需要做一个铲子。游戏这是我的战争，对，这是我的战争，对。需要工具来开锁，就说必须带工具了，不带工具的话这边都开不了。要把这些糖块啊什么的全部带走吧，然后回家。把人杀了不是也无私了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啊，帕弗利回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？第五天，安静的一夜，特别的疲劳，小病恢复中，饥饿，轻伤也没有了，饥饿，特别饥饿。这厨师很高兴能有吃的，我们吃一个罐头吧。去升级一下工作台，我们不需要这个三个床。升级工作台，工作台升级不升级不了。撬棍、开锁器、铲子，我们做一个铲子吧。这个厨师长的话，妹子再饿一天好了，让妹子继续睡，她的病还没有恢复。大厨师长现在这个状态特别良好，状态特别好。等会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带刀，刀的话就放在家里面也可以。椅子的话不用多做，雨水收集器也不用，因为雨水还是蛮多的，我们可以做酒。上来做点酒水，做点酒水。我们这边厂子已经做了酒水。酒喝酒的话怎么样呢？再考虑要不要喝酒，做两瓶酒吧。现在缺水了，有了撬棍就不用开锁器了吧。哎，有人过来开门，这小孩，小孩又来了。确定你不来帮我们吗？没有药啊，怎么帮你们？我以为你们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，好可怜啊！一瓶都没有啊，你要两瓶，喝瓶酒吧。要不要喝酒？你们这个男的过来睡一会儿。结束一天，夜晚，让这个男的守卫一下，妹子继续睡觉，我们搜刮物资。厨师长搜刮物资，带一个撬棍，带一个铲子，可以了。厨师长的包裹好像不是很多，能携带东西特别少。
有撬棍不就有那个吗？不就开锁器吗？坏掉的手枪，枪零件，这样的话就有枪了。这有一幅画，撬过马撬。简易的药物，弹壳，子弹，火药，有了这些就可以做枪了。所有的枪零件都有了，撬棍把它撬了。开门。化肥，还有电子元件，我们回家吧。下次再来一次的话，这边就可以差不多了。但是我们需要换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的话捡东西捡的不是很多。谢谢小小小哥哥送的66荧光棒。看今天晚上有人守卫，会不会这个家里会不会出问题，会不会物资会不会被抢。第六天，找到不少好东西，难忘的一晚。有人想抢劫我们，他们肯定比我们还要害怕，所以他们并未造成多少破坏。我们有一些武器，但人手不足。啊，妹子又受伤了，但是他们袭击者没有能抢走任何东西。我们应该安排更多的人手来负责警惕。啊，妹子又受伤了。特别饥饿跟疲劳，我们大厨师长过来做点饭吧，做点饭。谢谢 One Motor 送的5组66，7组66荧光炮。我们要不要晚上的时候两个人过来守卫？哦，但是我们这边水不多了，没有水源，我们一定要做雨水收集器了，再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死。没有组件怎么办？我们大厨师长这个过来睡觉，让这个男的出去吧。我们先饿个一天，结束一天。男的守卫，女的守卫，两个一起守卫啊，我就不信了啊。然后这个不会连续来两天抢到啊。还是睡吧。或者换地方。但是废弃的小屋东西没捡完。东西没捡完。捡完吧。搜完东西搜完。带个铲子吧，搜寻物资，搜寻。等会去超市，得去超市收。超市肯定很多吃的。这边有两个水，我记得，药物，草药。绷带、简易药物，哇，这么多零件，我们拿走，给送完了，送完了回家吧。回家做一个雨水收集器，再做点食物，烹饪。
去超市要带刀是吧？去超市我带上铲子、撬棍、刀三把吧，带三把，免得碰到人我就杀人。嗯，死了？怎么死了？第七天，带回来一些有趣的东西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妹子快饿死了，这个妹子快饿死了。必须要做那个食物了。雨水收集器做不了，雨水收集器我操，差一个怎么办啊？没有水源，都非常饿，这不妹子不会饿死吧？那没有水源呢，也没有这个小糖果，生食没有，蔬菜，要么呢就妹子干吃，干吃一个蔬菜。我操，点错了，我操，点成夜晚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我去那个超市吧，搜一把，再顶过一晚上可以了。超市，超市，让妹子继续睡觉。这样睡觉的话会比较好一些。撬棍、铲子、刀，带上 ，Go。我的超市这边有人。怎么办啊？超市这边有人，好人坏人啊，捅他们。杀吗？不用管是吗？他们搜他们的，我搜我的是吧？把他杀了，应该有枪的。水，火药，子弹，空弹壳丢了吧，火药丢了吧，太多了，现在用不到，我需要食物。烟卷，物件，水，电器元件，烟卷，看不要的我他妈丢一点。这道门被封死，背刺他！我操，你们以为我是盗贼啊？背刺啊！我也想杀他，但是他没有杀我，居然让我捡物资，没有杀我。火药不要。烟草、生食、糖，糖不要，烟草、自产烟草，烟太多了，上楼吧。可以背刺，我知道可以背刺啊。那我背刺他，他队友不打我吗？对不对？那我背刺了啊。他有枪，我操，把枪抢了 ，AK 啊！武器不见，他是好人。我灌装食物，不见。这门不开了，我去楼下。
这边枪械东西太多了。啊，他们不动我呢，他们都不动我，他们不杀我，他们不杀我，我就不杀他们吧。他们三个人，他们一个人的话我就被刺了啊，三个人我怕我死了。绷带药物，我操药物，我去，纯酒精，六发子弹，香烟，咖啡，减员不要，药品原料，谢谢安心送了两组溜溜，三组溜溜大宝剑，六发子弹不要吧，下次再来呢。罐装食物，化肥，我们就捡一些比较关键的。武器，木头，把这边撬开，看一下后面有什么。药拿了。我操，好多好多东西。我又是一罐食物，水，玩具熊，子弹，弹壳，子弹要不要拿走？六发呢？六发良好的子弹为什么不拿？方便拿？还不是零件，我看丢点什么啊？两个部件丢了吧。六发完好的子弹为什么不能做子弹？要火药，要弹壳，要一大堆东西。不管有没有枪，咱们先拿着，后面肯定会有枪的。我们先出去吧，先出去好了。谢谢少年如梦送的六六大宝剑。不管现在有没有枪，咱们六发子弹却是不是很珍贵？以后咱们就有枪了嘛，对不对？咱们眼光要放得长远，不能说不能鼠目寸光啊，对吧？鼠目寸光活不下去啊。第八天，精疲力尽了，太累了，精疲力尽，非常饥饿，快死了。在死之前我们一定要坐上那个，都非常饥饿了，一定要做一下那个雨水深收集器。雨水收集器放哪？放哪可以收集啊？放这门口长着吗？楼顶吗？放这啊，随便拿都行是吧？放门口吧，放这吧。缺食物去。我们的这个大厨很悲伤，大厨怎么那么悲伤呢？大厨啊，喝个酒啊，大厨酒喝吗？大厨，吃了罐食物好多了，睡觉吧。非常饥饿，它并不是很好吃，但是可以填饱肚子。一人吃一罐罐头。我操，你还吃你妹啊，妹子吃。大厨过来这个烧点菜。
给他抽烟。这大厨喜欢抽烟。烟呢、啊？烟这个东西，喝了它可以忘记烦恼，喝酒，喝酒也行。酒的话，我看在哪？他还是想吃东西。哎，我操，酒在哪呢？操，这个酒在哪喝呢？冰箱吗？这是酒吗？安瓶，让他忘记烦恼啊。这男的做梦都在想吃的，我操！要不我们等会过去背刺杀几个人，没什么比这个更能提神了。酗酒，我操，都喝醉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战无不胜，无需担心任何问题。生个火吧，我给哪个吃呢？给妹子吃啊，妹子不先不吃了吧，给厨师长先吃吧。我操，做饭呢，你妈怎么一坐就醉了？那醉了不做饭呢什么啊？算你去睡觉吧，妹子过来做饭。还要生个火，我们做双份食物。谢谢呵呵牛送掉六的大宝剑。双份食物不能杀人，为什么不能杀人啊？吃一点。哎，吃饱了，非常给力。然后这男的吃一点吧，吃一碗。谢谢我们的何门送的六六大宝剑，就是非常疲劳了现在。啊，两个睡，然后这个结束一天，夜晚，醉酒疲劳守卫一下吧。我们妹子去搜寻物资，让这个醉酒的现在床上躺着。撬棍带不带匕首？带匕首吧，杀人。去搜，好药。这草药并没有什么卵用，潮湿东西好东西不要太多。谢谢呵呵牛送的六六宝剑，我先把东西全捡了，看哪一些这个，我感觉这些好多东西没有必要，什么蛋壳什么的，还有草药、糖啊、烟草啊，不太好。东西都不少，还要藏。这是一些武器零件，武器零件藏。
下来。好药。化肥入侵，拿下。药物，我去，不错，简易药物，药物原料，烟草丢了。这边是可以躲的，超市搜完了，超市超市没东西可以搜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其实要不楼顶看一下，楼顶没搜，又下去过了。这个门可能是刚才那伙人这个搜东西的时候偷了太多走了。一张褪色的床单，请勿触碰未激发的弹药，任何遗留武器装备都可能是诱雷陷阱。哎，有人在开枪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会有人来了吧？行，我们走吧。走，跑向出口。回家。没有捡太多的好材料，我们要换一个地方，不去超市了，去学校啊，或者去其他这个别墅。我们被袭击了，有人在夜里袭击并且抢走我们的东西。有人想抢劫我们，他实际上是一群拾荒者，所以他们并未造成多少破坏。没有武器真的太糟糕了。布诺受伤，但袭击没有抢任何东西。受伤了是吧？受伤了，这个吃一个药物吧。这个大厨师长肚子还是蛮饿的，真的没有捡回什么食物，饥饿，非常疲劳，还是非常疲劳。快跑选手，我今天晚上这个让他们俩都睡一下吧，我们再出去吧，因为没有多少材料可以升级东西，再直接出门。那没有多少东西，把东西带回来就行了。结束一天，如果杀人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会获得物资多一些。两个人，他们俩都睡一晚上吧。被炮击的学校，小型公寓写字楼，许多食物，许多药物，有大型武器跟一些部件。寂静小屋，大量的药物，许多部件，许多食物，大量材料，许多药物，大量武器，大量部件，许多食物，许多药物，大量武器。建议小心谨慎。去这边吧，现在没有人，我们带一个铲子，一个撬棍就可以了，刀就不带了。我说有人呐，好人坏人啊。我他妈等会铲子把它铲了，扎不扎？我以为他逃走了，有人在吗？哇，他进来了，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，怎么办？
办啊？他上去了就上去了，小心点啊。哇，这材料拿回去升级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材料太鸡巴多了，我操！我要把他杀了，我的妈，这么多物质啊，这比超市物质多多了，好吗？这他妈虽然没有吃的，但是材料多。不行，我把他杀了。搜寻了好多物资回来了，非常疲劳。用厨师来杀，厨师来杀。为什么你们要用厨师来杀人呢？人家只是厨师而已啊。工具台可以升级啊，啊，现在先不能升，先睡觉吧。我们去找食物了，去找食物吧，这次。杀人之后会很伤心。厨师性格很冷血，所以厨师杀人。是吗？让厨师杀啊，啊！厨师杀人很强，但厨师身上只有十个包裹，人带十个包。那我带厨师出去杀人了，什么人？厨师杀人无所谓啊。啊！厨师杀完人怎么了？我看一下啊。厨师杀完人直接做菜啊，他这个是属于战争游戏，买这个游戏就是捐献给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孤儿啊。两个一起去杀人啊，厨师杀完喝酒，好吧，我把厨师跳出去杀人，杀完喝酒啊，杀完喝酒。对，反正还有几瓶酒，厨师喜欢喝酒。大厨，有人来了，这小孩怎么回事啊？没有来啊？让我帮他们，把他妈妈送到医院去，他快死了，要送吗？他妈妈要死了。帮送一下，厨师出门送。那这样厨师走了呀？我们这快跑选手不能杀人吧？他把快跑选手出去搞物资吧，就不杀人了。结束一天，夜晚。搜寻物资，无法在战争中前往啊！这边有战争这个别墅，小号写字楼，需要小心谨慎。寂静小屋有许多食物，我们去吧。刚才那个人在打仗，不能去了。我厨师不会死了吧？我操！哇，罐头，我操，有食物，漂亮。没有东西，玩具熊。哎，一个老头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怎么办啊？出了什么事，亲爱的？我搜一下物资啊，不管他，你在干什么？求你给我留点东西吧。私人用品，他的药物啊，不拿了吧，我怕我帮不上你，捡点食物吧。我跟着我干嘛？我杀你了，求你了，别把我食物拿走，我一块没有吃的了，我操。
他不打我，那老头是人物品啊，求你了，别把我妻子的药引拿走了，敲开。你在干什么？快找地方躲起来，叶莲娜。他躲起来了，我操。我没有拿好吗？没有拿太多，那东西都没有拿，拿了点木头材料什么的。香烟，不量酒，小熊吧，拿熊。他们俩在这儿。哦不，叫他老婆，他要寻求援助。求你了，住手！我操！拿个食物吧。水源。去楼上看一下。咖啡。坏人，我他妈没全拿完就不错了，我去，没全拿完就不错了。简易药物不拿，留了一部分好吗？都没拿，救命救命，我去，这两个一个老头一个老太，简易药物都没拿，楼下看一下。看看他们后门。还杀了他们拿呢，他说的不见，我操，不见，不错，回家回家。帕夫列回来了，厨师回来了。看厨师怎么样了。给他们留点食物啊，留了一点啊，没事，我又没全拿完。这个我们的运动选快跑选手特别的悲伤，陷入了悲伤，因为刚才抢了老人的这个食物。我们是在抢劫老人吗？啊，都变得特别悲伤，那对老人处境更加艰难了。哎呀，我操！忘了这个借酒消愁啊，一人喝杯酒啊，忘过今天，忘记今天的这个做过的一些事情，好吧。等一下，这个厨师长先别喝酒，厨师长先给我做点菜，做点菜。哦，他们都在怪我，都在怪这个帕弗列。做点菜吧，别逼逼了。背上。继续喝。火炉子。多吃晚饭。没什么比这个更提神了啊，醉酒了啊，睡一觉。然后这个也醉酒吧，睡一觉。不错，我正需要这个啊。好，厨师要不要给他喝一瓶？仍然非常饥饿，快饿死了，这里吧，做四份，一人吃一份吧。厨师，你妈去门口杀个人算了。厨师，厨师无敌，我你妈。
无敌大菜刀。吃饭吃饭吃饭了，起来吃饭。嗯，一人吃一份，厨师先吃。吃了之后上去搞酒，我们这个男的先吃，再吃一碗，吃两碗吧。说实话，真的太累了，没有心情吃啊。现在并没有心情做这个，都没有心情。他们俩睡吧。厨师跑出去杀人。啊，先升级材料，看看能不能升级工具台。谢谢幻听送来的宝剑。木头不够，那么搞点音乐吧，这样可以让他们放松一下，放音乐可以放松。放在放这补房子的洞，房子的洞补不了啊！现在还补不了。心情不好可以劝劝。我们的墙上有不少破洞，避难所并不安全，需要人。哎，怎么不动来着？怎么不动？升级工具台吗？啊！香烟跟烟草已经沦为了货币。我操！那很多烟没有捡。结束一天吧。让我们男的出去搜物资。有一个旅馆可进行交易，有大量的武器，大量材料，城市医院有很多药物，寂静小屋，被炮击的学校，一些食物，小型公寓写字楼，需要小心谨慎。我们派厨师长出去搜一波。来撬棍跟铲吧。游戏就是我的战争。医院有僵尸，怎么可能有僵尸呢？种植蔬菜、烟草，搞点烟草吧。这上面好像有人，我必须照顾我的父母。如果我们不做的话，谁会来做这个？那小孩吧，两个小孩吧，是吧？听到了枪声，有人在吗？有人过来开门了。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滚开！哇，他不让我进去，我操！别再那么做了，老子把你杀了，你信不信？你妈！他不让我进去，我操！不让我收物资啊！哎，厨师杀人嘛，杀！去你妈！去你妈！操操操！
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我错了啊！完了，厨师死了！这你妈这铲子不行啊，这铲子！还有枪。在搜索补给品时被杀害了，布多诺死了，还剩宿醉，非常饥饿。他们把布多诺当畜生一样杀害了。报仇啊！操！厨师长啊！妈了个屁！报仇了。老子的我拿刀雨水收集器，我去搞点雨水了。谢谢我们的早安送大厅雨水，要过滤，过滤嘴，要过滤嘴才有净水。结束，让妹子守卫，搜寻物资，医院、教堂、旅馆、妓院，可进行交易，很危险。被炮击的学校、城市医院。妓院，我操！我想去妓院，我操！我不想报仇了，想去妓院。妈的，先报仇再讲。带把刀。我操！物资你妈，物资都不给我留，操你妈！什么铲子跟那个撬棍，你妈全都是，全都被他们抢了。不是这吗？不是这个医院吗？操！是这里啊！哎！啊，不是他们几个，去拿点材料吧，拿点材料回家。不是这，不是这。哇，食物，有食物。我拿完了回家。狂奔。等一下。不行，我要报仇啊。第十三天。我要做把撬棍，被袭击了，我还受伤了，妹子还受伤了，我操！饥饿、轻伤、寒伤、冷、悲伤啊，悲伤、疲劳、悲伤、疲劳，轻伤还好，你不要吃两罐好吧？妹子吃一罐。做点道具，我去做点道具。撬棍，都沉浸在悲伤之中。听一下广播。带上撬棍跟匕首，差不多。我操，没做完！我操，兄弟们，结束一天，做完了，应该做完了。
搜寻物资，旅馆。妓院。我之前去的是不是旅馆啊？旅馆吧。旅馆，应该是旅馆。报仇。撬棍。匕首。小型公寓楼吗？谢谢刘云送的66大宝剑。先拿物资吧。上面好像有人。需要呼吸啊，新型工具啊，他好像是个好人，他不动我。好人，啊，吓死老子了！我上楼看一下，这边有物资。咖啡，我下面好多人啊，把这个丢了吧，也不要。烟卷，哎，个妹子。另外一边被锁死了，那边跳下去。私人物品。交易，他们有什么呢？在开玩笑，得多付一点。这不行，多扎一点。好，我们成交了。成交。做一下物资，别碰那个。他们不让我碰。我拿了会怎么样？你想偷我们的东西吗？哎呦我操！私人物品，我操！拿了他们会不会干我？啊！然后他们拿枪干我了，等会。这边撬棍把它撬开。这边还是很多东西可以搜的。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我不能撬啊！哇，他们拿枪！我操！这次放你走，下次就杀了你！我操！那好吧。为什么不让我撬啊？要把它锯开！我操！你们这么凶残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们要杀我，快走！我要去报仇啊！给我厨师报仇啊！我他妈厨师死了，厨师啊！我厨师一定要报仇！妹子很饥饿，妹子做点菜。没有水源，需要做点过滤烟嘴，过滤水。
我这升级了，看能升级吗？可以升级了，升级。升级功率台，这边做点水，好做食物。过滤嘴，不打过滤嘴。非常疲倦，悲伤。我们花妹子出去杀人吗？游戏叫《这是我的战争》，我们可以做巨刃、斧头，用来砍柴或者砍人。铲子、手枪需要布件。我操，马上可以做手枪了。散弹枪需要点布件。我们捡点布件回来过去报仇吧。啊，这个锯子可以锯。我操，心里牛逼了。我们有子弹，有六发子弹。那个先睡，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啊。有人在门口，是谁啊？商人吗？我无家可归，也许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。谢谢你开了门，正在找一段时间。他应征过叛军，但我不想杀害我的同胞，于是我找个机会逃跑了。如果他们抓住我，我就死定了。哎呦我操，来了个人呢！我操。谢谢鸡送的酒，这个宝剑。哇，这样多一个人受伤了，他受伤了。训练有素，我操，派他去杀人，操。我拿去打个绷带。这个厉害，这个比那厨师有用多了。这个人打架厉害，手下也厉害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为厨师报仇啊？啊？厨师，我们的厨师被人杀了，做点水滴。要不不报仇了吧？垃圾包草，对吧？嗯，先把他伤养好了，让他去伤，好吧？我先出去，等会做枪，等会枪，我先把枪做了，拿个刀过去捅，刀没用，捅不死人。你妈，我不就是你妈拿个铲子过去敲，然后被人用喷子打死了。训练有素，罗曼，让他先睡着吧。结束一天，受伤的就让他这个睡床上吧。旅馆已到访，城市医院已到访，寂静小屋已到访。妓院，我们去妓院。妓院很危险，但是妓院可做交易，但是很危险。我们带一个撬棍，带把匕首。有危险，我们就杀。
妓院。这边有好多妓女，子弹。上楼。垃圾堆这边是。我们啊，我们没钢锯，有钢锯的话可以把这个门锯开。我刚没做钢锯，我操！等我做钢锯来契约。火药、电子元件不要，要成品。没有钢锯锯不开，我操！楼上。全是垃圾跟灰尘，这里面有人。几个男的，没事吧？我可以做交易，子弹换一下食物。两个枪元件，成交。回去做枪，现在可以做枪了。换了几个枪的零件。这么多枪零件，我操！罗曼只需要用刀不用枪吗？是吗？罗曼用刀厉害，背刺一刀一个背刺。你妈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说那么搞笑？盗贼啊，背刺，要不要枪？谢谢 WCH 送的这个大宝剑。被袭击了。他们抢走了一发子弹、两瓶水、三个东西，被袭击了。罗曼轻伤饥饿，那罗曼受伤了呀。他那个食物能做了吗？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怎么办？先让这个男的去找食物吧，不找食物的话怎么搞？做把锯子、斧头、枪、枪、斧头，做把锯子。罗曼受伤了呀，啊，受伤了，轻伤，在恢复，在恢复当中。锯子，然后拿把枪吧。他拿把枪应该可以的。报仇肯定要报的。雨水收集器需要过滤嘴才行，才能收集。他们俩肚子饿得要死，我把他们这个把这个罗曼喂饱之后，让他去杀人，训练有素，看样子很彪悍呢，这眼神。是吧？做好了，谢谢小李子送的那瓶。让妹子守卫一下，我去搜物资。仓库比较危险，被炮击的学校不危险。这个地方一些食物、大量材料、许多药物，这地方还不错。
我在想，去的话我们可以不用带枪，带个撬棍跟锯子就可以了，搞点食物吧。但有锯子有撬棍，我们都可以搞到。电器元件，就是快饿死了呀，所以想办法。全是没用的垃圾，上面好像有人。没有东西，我这个没铲子，我必须慢慢搞。我的天哪，没铲子呀，只能慢慢跑。手刨啊，我操，啊，这个地方还是蛮大的，感觉物资很多，我要快找到食物。这些门应该用撬棍应该能撬开，我还有钢锯。这他妈刨个门都要刨两个小时。啊，这游戏有手机的吧？有手机版的吗？这游戏非常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。我等会我用那个罗曼能不能把一个队伍的人全部贝斯死了，把那个一个队伍人全杀了，去妓院把他妓院人全杀了，杀了之后食物都是我的。焚杀，我操，一个不留。我杀人搞球啊，谢谢楚哥送的一个大海瓶。游戏，这是我的战争。材料很多，没食物，没食物，必须要杀人了。我们现在必须要杀人了，全材料，没有食物。开个门，材料真的很多。狙击枪的散弹枪，还有头盔，只修了保护脑袋。散弹枪部件，好，我要找吃的。他们抢走了。再次抢走了我的食物，一个老头子，这好多老人呢。冰箱看一下，哇，操，爷妈，这么多东西啊！我操，我要再来一下，我要再来一波，等会儿。
这是什么地方来着？这他妈不来血亏啊！有吃的吗？别碰那个私人物品，是我四罐食物。操你妹！拿走，抢走，抢来快跑！啊！我操，对不起了，我操，我只能杀你们了！你妈！为了食物，去你妈！撕老皮头的，我操你们！对不起了，为了食物啊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谢谢追逐送的一个大瓶，我操，我赶紧跑！没办法了，只能杀人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可以不杀的，他们要打我呀，我捡东西他们打我，没办法，他们要杀我，要捅我，刚用小刀捅我一刀，我现在受伤了呢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不是他们杀我，他们要捅我，不是我要杀老人，回去喽。我看回去他们会不会指责我啊？第十六天，非常的悲伤，彻底被压垮了，非常饥饿。该死的，什么时候才结束？我再也不会杀人了。我们真的必须要杀人才行吗？没有别的选择吗？罗曼。给罗曼吃一罐食物，罗曼去杀吧。他哭了，我操，他哭的不行，哭的不行，他不动了，控制不了了。又一次为了杀戮，罗曼下来吧。我操，他快饿死了，我操，给他喂点食物吧，给你吃，给他喂点食物。谢谢雅卡米送的40个大海瓶，牛逼啊！谢谢我们的雅卡米，谢谢。劝一下他要，给他吃，给他吃饱了就好了。哎，他带来一些东西，什么意思啊？罗曼过来开门，是不是过来套路了吧？啊，这两个小孩，因为之前我们帮助了这些小孩，这些小孩给我们8罐咖啡，啊，帮他妈妈治了病啊。那好吧，谢谢我们的帮助啊。帮助了小孩之后，这个是做好人应得的。特别悲伤，已经崩溃了，跟他安慰他，失落说话。罗曼倒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，安慰一下，安慰一下。千万别放弃啊，真很难，可以一起努力啊。崩溃了，杀人杀到崩溃了，我操，跟他交谈一下。振作，你也要振作。失落，特别失落，好。他们俩特别失落，要不要给他们俩喝个酒啊？把门关了，起都起不来呢，崩溃了，杀人杀的。喝酒喝吧，我们有搞了很多材料。做3瓶酒，喝喝酒就过去了。我也不想杀人呐，那逼我的。
崩溃会自杀。这个我们这位大兄弟不会自杀吧？我去，等我自杀了，等我。哎，再也不能让这个小伙子杀人了，再杀人的话估计他要自杀了。做三瓶酒，我们罗曼来做点食物吧。水源不够了，我做点净水器，滤嘴，过滤嘴，铲子做一个。三瓶酒需要发酵一下，不发酵不行。我现在再过一天的话，他不会自杀吧？第二天给他喝酒，我怕他自杀。我现在都不敢点结束一天，怕他死。做三个过滤嘴。哎，等会吧，等酒好了之后，给他喝了酒之后就好了。游戏就是我的战争。现在很沮丧崩溃，现在非常疲劳，也不能睡觉，妹子也很失落，都需要喝酒借酒消愁。等罗曼把这东西搞完，然后上面再去过滤点水，来过滤水。四个水，谢谢宁夏宋大平。弹吉他也可以，弹吉他也可以，这个阻止他们悲伤蔓延吗？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有这个说法吗？啊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，等他发酵，好了一杯，好了一杯，先给这个男的喝。好了，三杯哦，来喝酒。喝完酒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酒，喝吧。都喝一点。夜晚，让他们睡在床上，他们俩醉酒轻伤。我们这个男的出去小型公寓写字楼是吧，过去报仇。他们把我们的厨师长杀了之后，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，被刺过来杀人，杀了我们的人，我立马就想这么结束啊啊！我来报仇。来撬棍的，就是我们之前那谁，丢这里的物资。尸体还在这里，我操！弄死他，他要弄死我。有他！你他妈！操你妹！操你妹！操你妈！搞死！要弄死我！
上楼看一下。肯定还有人。这个是蹲，尸体拿不了啊，他尸体是有枪，拿不了呢。把他杀了之后，尸体好像消失了。搜寻物资吗？拿匕首拿不了尸体是吧？检查尸体。散弹枪，军用防弹背心，手枪。有个枪不屌，我操！报仇了，食物。上面还有人，他同伙吧，和他同伙。枪零件，这谁啊？别伤害我，他妈跟他爸，他妈跟他爸，这么多食物啊，操，这么多水啊，操！你说我杀不杀你们啊？蔬菜。撬棍不要了，等我到时候再做。先把食物捡，这是关键。杀他妈！啊！我操，这把锁很简单，没有工具，我的妈，刚把撬棍给丢了。过来捡。杀他爸爸妈妈？太好吧，格子不能捡太多东西，先把枪存起来。撬棍，我得撬一下，看能撬出什么好东西。杀他全家，斩草除根呢、啊？杀人杀了他们，他们不凶。杀了他们之后，我怕那个我们这个人会自杀。我这里面哇，这么多枪子弹，破坏的吉他。吉他我们带走吧。据说有了吉他之后，可以暂缓悲伤。回家，好多东西了。吉他带走。不杀了吧，他爸妈看起来蛮可怜的。万一杀那么多人呢？啊，带吉他之后应该好了吧？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自杀。今天晚上，妹子还没喝酒，等会给妹子喝点酒。啊，手枪不要了，手枪我们家里也有，我们就用喷子。还是很醉，失落。来吃点食物吧，有很多的食物，吃个食物，喝个酒。我们罗曼现在很悲伤，罗曼现在也很悲伤，就是因为杀人，很疲倦。我就睡个觉。吃个东西，再来功率台，然后弹一下吉他吧，说不定
有帮助。我做不了吉他，高级的工具台，升级一下这个简易工作台吧。需要材料，进阶工作台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东西。没材料升级。妹子怎么躺地上？还是很失落。再过来喝杯酒，然后继续睡觉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借酒消愁。我们还是要靠罗曼出去搞东西，搞物资，还是得靠罗曼。那睡觉吧。只有宿醉还行。罗曼再做点酒。三瓶酒，再做三瓶酒。谢谢阿火送大瓶。厨师死了呀，我们现在帮厨师报了仇，而且我们身上还有了枪，还有了枪械，枪跟防弹衣、弹药什么东西都有了。我们很缺少香烟。缺少香烟。再做三瓶酒。谢谢雨辰送大瓶。他们这样的话心情就会慢慢恢复了。就是罗曼的心情有点悲伤。看能不能再做一个床吧，上面有椅子让他坐一下，床坐不了了，那就坐一会儿，把罗曼睡一会儿。换游戏，换游戏吗？啊，要不明天玩，明天继续玩。这游戏蛮有意思的，蛮好玩的。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点完订阅之后，以后主播直播呢就可以收到主播的直播通知了啊，非常方便。OK。